为各位介绍本局气海象观测车，地面观测系统配备有能见度仪、超音波放风之计、温室压记录器及雨量筒，可及时提供地面的大气数据。第二套装备为探空系统，探空系统是以探空仪以地面接收站作为组合，探空气球填充氦气后，将探空仪升空，可观察地面至高空上万公尺处各层大气垂直数据。刚才我们看到的介绍是海军大气海洋局海气测量科的气海象观测车搜集气象资讯的介绍。海军舰队要能在海上顺利执行任务，除了装备妥善外，能掌握海象天气也十分重要。因此，海军大气海洋局的任务除了负责勘制海上航行图资之外，另也提供海军及各政府机关所需的大气海洋资讯，维护航行安全，海军作战及搜救任务的遂行。大气海洋局前身为海道测量局，自民国11年4月21日在上海吴淞海军学校创立，迄今100年之悠久历史。大气象局下辖有海气测量科、航海图资科及数值预报科等五个专业科室。平时，海气测量科会将各地的天气观测的数据传回至本局，供数值预报科做长期天气的规划及预报，还有分析。另外，在各港口及战备渔港，会将水深测量等成果交由图资科来做海图的制作。那另外也在我们敦睦远洋支队的时候，所需要航线上的海图、气海象的预报等等，都会及时提供各项的资讯。前年发生南方澳断桥事件，本局奉命前往执行水下障碍物探测及安全航道水深测量。近年的海空域救难，皆秉持着救灾视同作战的精神，同仁积极的参与投入其中。我到了大气海洋局之后，经历了测量官及气象官的职务。测量官的话，他们有针对海测或是陆测，那海测的部分就是针对水深，定期的更新我们的海图，我们将测来的资料提供到我们的航海图资科，然后他们会制作成一个海图。那气象的部分就是针对制作天气图，然后将这些资料还有24小时预报单，包含台湾北部、东部、巴士海峡以及台湾海峡一带的海象、海况，以及在大气海表面以上的气象资料，都要融入在这些产品里面，然后来提供我们海军的同仁，他们在出航的时候可以做一些观测或是参考的资料，去判定说这条航道是不是可行，那什么样的天气能不能出任务？因为每艘船舰都有他们的出航的限制，我们就是提供类似这样的资料给航行的指挥官去做决定。今年适逢海军大气海洋局建局100周年，在日前的庆祝活动中，安排有影片回顾、对史馆巡礼及科技成果展等，由海军司令刘志斌上将主持。活动中特别颁发在大气海洋局9位服务满30年以上资深人员幕后英雄奖，表扬他们在工作上的不凡成就。今天我们在此要庆祝100周年的局庆，首先要向本军气象以及测量界的前辈致上最高的一个敬意。在全力发展新一代兵力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要建立优势的战场情报能力，充分掌握作战环境、天候、气海象的变化。因此，也期勉全体同仁要总武前贤，在现有的基础下精益求精，提供舰队任务所需的战场环境情报，让各位的专业能力成为舰队海上作战以及陆战队陆上作战最坚强的一个后盾。我们现在这个测量
气象仪器都是用最现实的东西，所以希望我们这些后代的同仁呢，要不断的学习。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哪有一点也不变的，就是天天在变。这样我们要努力努力，能够满足我们军中的需要。从进局到现在已经41年了，那很高兴说在局里这些过程，从很辛苦的建设到现在的成长茁壮，我以我们单位为荣。未来除了加强我们自身本身的专业，那透过各个产官学系的交流，将我们的资料库达到最好最佳的状态，提供给我们国军各项战演区所需要的任务使用。国防建军任重道远，非一蹴可及，国防安全有赖全体国人的支持。因应敌情威胁及国际情势影响，全体海军官兵将秉持牺牲奉献、同舟共济的忠义军风，持续努力战备整备工作，并在现有基础上推动新一代兵力整建工作，建构海军坚实战力，确保国家安全及永续发展。